哎，这么巧！你怎么会来这儿？我哪儿都可以去啊，怎么你跟踪我啊？我跟踪你？被我发现了！<笑>我跟踪你的话，怎么会被你发现啊？我出来你进来吗？哦，一出一进就表示是我在跟踪你，是吗？开玩笑，知道你是记者，到处去考察挺苦的。 我也是专门来看一眼拆迁工地。为什么会这件事情这么感兴趣？社会责任感。社会责任感。从上次我们俩一起去了拆迁办之后，你一直对拆迁户的事情很关注，所以我现在想问你，这件事情是不是跟你或者说跟洪州集团有关系？你可不可以不要每次跟我说话的时候都像警察审问犯人一样？会有吗？ 请你多了解我一点，你了解我以后，你就会发现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行吗？你会有惊喜，我发誓。我就是看一下。 你是怎么工作的？我刚刚看了一下，确实不是人住的地方。你知道吗？这周围的生活配套设施要5年之后才会建成。5年？是。所以说，现在把拆迁户安置在这儿，就等于让他们与世隔绝。快钱！你应该是从那儿开过来的。是啊。你不要看到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垃圾场？好大的一个垃圾场！所以你现在就明白我为什么要离开。 我一直都明白，所以明白，先生，请您让开，我要拍照。好啊，哦，妨碍您了是吧？当然。你要往这边拍？是。其实那边。不要浪费时间好吗？好。哦，对，我忘了说了，你的车和我的车，他俩本上了，就是他们俩。啊，你是。 想要告诉我你的车技不够好，所以旁边的路你绕不过去，是这样吗？我了解。下次见。又怎么了？还没你的电话呢，是这样，要不要你有一些？你要找我的话，可以直接打到报社，三海日报，陕派。好主意，三海日报陕派，很早以前我就知道了。你不要再进来了。 拜拜，最后一句，下次见。这个乔丽莎，看来真的是按耐不住了。我知不知是她有什么用啊？就凭她现在手上掌握的股份，完全可以左右董事会。不，就算她做了董事长又怎么样？不挺好的吗？她完全有能力可以胜任。你比她差吗？ 天宇啊，我知道你不想来公司工作啊，想自己打开一个天地。好啊，年轻人嘛，有志向。可要是乔丽莎当上了董事长，她要打算卖掉我们的洪州集团，我绝不答应。好了，爸，行了，消消气，我明白你的意思。我会明白洪州对我意味着什么。你最好是竞选这个董事长。 爸，您要这么说的话，我觉得您更应该做这个位置。您想啊，洪州的创始人之一，有您吧，功臣。哎，先不说他们选不选我这个残废，即便是我当上了董事长，就凭我这个身子板，干不了几年宴会，去见我大哥去。所以，天宇，你只有坐上了洪州的掌门人，我才能安心。 爸，有沙姐，沙姐是您的侄女啊，血浓于水。爸，她怎么可能把洪州给卖了？天宇，你就是太善良，善良要吃亏的。不都说吃亏是福气吗？<笑>咱先不说这个，差点忘了正事儿。 看，陈静买的楼。 这就是那个垃圾场的，怎么这样？到这还有一个，你看这吊车，山哥，再看旁边，在这儿，陈也长大了，啊？
说曹操，曹操到，请他进来。哎呀，啊，乔董，你给我治了大半辈子的腿，没治好，现在让我儿子一副药给治好了。哎呀，惭愧，惭愧，惭愧！拆迁安置的事儿处理得怎么样？正在妥善处理中。啊，那说说看。 具体的事情，我已经和乔总监汇报了。没错，您是跟我说了，我也正在研究这个问题。先不说你把这楼满在了垃圾场旁边，刚刚我已经给我爸看了这个照片，就说旁边的这些配套设施一个都没有。好，我们也不说这些设施了，就说燃气吧。燃气重要吗？重要。要5年以后才有希望动工，5年啊！哈哈哈。 这什么态度啊，乔总监，房地产开发，你好像不太在行。5年之后，生活配套才能凑齐，这对现在的楼盘来说，并不奇怪。这也不是我的态度不好的事儿。我们先不说这5年，我们就说，给你的高额的补偿款，你用在哪儿了？ 当然是，除了买楼这些钱以外，剩下的补偿款你花在什么地方？这个，陈院长啊，你要知道，这个项目是个医疗服务项目，啊，事情得处理好，小事处理不好也会酿成大事。如果那样的话，到时候恐怕就没人帮得上你了。 哈哈哈哈，乔总，您这话说一样啊，这些年我不都是在搭着您的顺风船吗？哈哈哈，这个楼确实是有了点儿，但是照现在的城市开发速度，那儿要不了几年就能兴旺起来了。您放心，这个事儿我一定给他处理得妥妥当当的，保证不会再有让您不愉快的事情发生。 明天的启动仪式，保证让您满意。好，但愿别让别人说我选错了人呐。曹秘书啊，我陈静啊，您母亲最近怎么样啊？觉睡得好多了，那好，那好。 让他定期来我们中心做检查好了，啊，哦，请柬收到了，好，那我们就恭候唐市长大驾光临了，谢谢您，谢谢，哎，谢谢。唐市长会来吗？曹秘书会搞定的。唐市长能来就好了，我们手握尚方宝剑，那些个拆迁户就好对付了。 那倒是，不过我们这块地拿的也太不顺了，左一件事，右一件事，摁倒了葫芦起来瓢，始终就没消停。都是那些个拆迁户太贪婪了，还有那些个媒体记者，推波助澜，唯恐天下不乱。我看，在启动仪式新闻发布会之前，得去做做媒体方面的。 那工地那边要不要再加大点力度了？乔董已经非常恼火了，在这个时候不能再激化矛盾。等新闻发布会一开，项目一启动，木已成舟，拆迁户这些乌合之众就再也不会像现在这样有精神头闹。可是，如果有人不信邪，扰乱了启动仪式怎么办？ 所以要你们去做工作的，做工作，这种事情绝不允许发生。安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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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谁啊？安检，是我。
经理员了。什么呀，汤总又说没版面了，我打你电话又打不通，我只能跑这来找你了。怎么会没有版面呢？那干嘛非得撤我们的稿子啊？不知道啊，那些拆迁户还等着我们报道呢。山哥，我听说乔丽莎继任董事长了。是代理。您怎么不当这个董事长呢？您要是当了这个董事长，那我们的事情就彻底好办了。事情有那么简单吗？可是这洪州是您是开拓者呀，这个董事长非您莫属啊。实际上周艳丽这个董事长就是您的。啊，行了，丁俊的事办得怎么样了？我已经让丁俊去办了。好，只要能解决九州遨游的问题，一切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。解决方案拿到手了，哦，那就太好了。九州遨游恢复正常，客户满意，股东高兴，我们盈利。我们为尊严而战，为荣誉而战。对对对，为荣誉而战，为尊严而战。只要我们恢复了九州遨游，那洪州可就是归我们说了算了。这个丁俊，一定牢牢地抓住他。绝不能让他成为第二个宋书桃。放心，只要我们抓住了他的软肋，他不会不听话的。名门医院还躺着那个，可经不起他折腾啊。你记住，我们目前只能靠这个软肋控制他。一旦这个软肋出现问题，他比宋书桃还难对付。你放心吧，那里有陈静盯着呢，他最清楚我们的意思。山哥，哎呀，这个陈进现在就像捧在我手上一个刺猬。山哥，您呢，就是太信任他了。哦，山哥，那个高端医疗服务航母启动仪式，您要不要参加呀？算了，我就不去了。让天宇带我去吧。我明白。斯蒂文。没想到在这么短的时间内，你就能找到九州遨游的解决办法，真是太棒了。我只是找到了解决办法，但接下来还需要你们洪州的技术力量保障。那斯蒂文，你能不能暂时到公司做我的技术部总监？我非常需要你。没有问题啊。真的？那明天我在公司等你。OK。Cheers。Cheers。现在都成了这个样子，没关系，我理解，我不会难为你的。为了洪州，我们只能保持工作关系。那我不合适吗？你怎么不合适啊？这一切早晚都是你的呀。你爸，我没这说吧？我的意思是说。就算去了，人家不买我账怎么办？谁敢不买你的账？你是我乔家唯一的继承人，他们都明白。
行，不说这个啊。沙姐呢？沙姐是 CEO， 她应该去啊。哎呦，她要是一出嫁，洪州集团还姓乔吗？你不懂，女孩子都是给别人养的。您这太传统了，太守旧了。传统？对，那也是咱们祖先几千年总结下来的东西。你别以为你在国外待这么几年，就把那些观念跟这个搅和在一块儿。爸，觉得吧？没有什么觉得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。Okay。 我跟你说，那个陈静啊，准备得很认真，他把市领导都请来了，看来他办事还真行。什么意思，爸？如果不是他出面，咱这个批文啊，没有那么快就拿到手的。那也不能对人拆迁户随便动手吧？您了解他吗？您又了解他多少呢？知根知底吗？我们只是资方，不参加项目。如果在这个问题上，他做了什么违法的事儿，我们可以跟他保持距离，不用跟他绑在一块儿。您的意思，我可不可以理解成为，如果他做人不好，做事也不好，我们就可以撤了他？解雇的，当然了，遵命。陈议员，陈院长，怎么样？挺棒的。对，我听我爸说，好像今天有好多市里的领导要过来，对吧？唐市长就要过来。啊。哎呀，乔董不能来，真是很遗憾。真是。来，坐。好，我挨着你们是吧？请坐。沈安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你给我解释解释。您都看到了，这没什么好解释的，就是发了一篇微博。这事要搁孙涛还可以原谅，可你沈安已经做了3年新闻记者了，你怎么还能干这种事呢？我为什么要那么做，您心里非常清楚。可是你这样做会引火烧身的，你知道吗？如果我不那么做，我心里就过不去。你。下午的新闻发布会你不要去了，我派其他的人去。您不能出尔反尔，这个发布会我必须要去。你别再给我惹事了，孩子。知道了，头儿，那我先出去了。老看着我干嘛呀？安姐，这稿子是我发的，这挨批评的应该是我。什么你我的，批谁不是批啊？再说了，只要是跟拆迁户有好处的事儿，所有的批评我都愿意接受。你真那么想？当然，微博也是我批准你才可以发的。那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也会涉及拆迁的问题吧？必须抓住机会。我就知道，等一下会有几个拆迁户会配合你的发言的。行啊，你学会猜我怎么想的了。走。唐市长今天不能来了。怎么了？突然间那么不高兴？啊，没什么。不知哪个小网啊，刊登了街边的流言蜚语，市长看见了，很生气，不能过来。让休息室的专家都过来，现在开会。医疗服务航母项目新闻发布会正式开始。下面请陈院长上台讲话。新闻界记者朋友们，你们辛苦了，我对你们的光临表示衷心的感谢。在座的记者朋友们，你们现在可以提问，请举手。好，那位穿白衬衣的女记者，请提问。您好，陈院长，我想请问您一下，
高端医疗中心选址的新民小区有部分的居民不愿意搬走，并且与你们的拆迁人员发生了肢体的冲突，这件事儿您知道吗？对不起，你是什么媒体的记者？三海日报。真漂亮，这样按摩据说对身体恢复有好处。眼力，眼力，对对对，对，你叫周艳丽，我叫乔启山，咱们俩是一对冤家，有缘无分的冤家。你呀，看走眼了，你怎么居然能看上他？可你现在可以看看，我要你看见我登上福布斯富豪榜，到那个时候你会后悔吗？据我所知，一名不愿意搬走的居民在拆迁的现场突然病倒，而且就在前几天由您亲自将他接到名门医院治疗，这您怎么解释？我们是接到了一个摔伤病人到我们医院治疗，不过具体情况和你说的有所不同。我们了解的是，他是因为家庭贫困不能继续治疗，有可能造成终身遗憾。在这个情况下，我们名门基金会一致决定向他提供免费治疗和康复疗程。为此，他的家属还给我们医院写了感谢信。好，那陈院长，我想请您解释一下，我手里的这些照片，这是前天新井的居民在拆迁办的门口遭到了拆迁人员的强制拆迁。啊，很抱歉，由于时间有限，一个人的提问时间不能太长，还有哪位记者朋友想要提问？您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。好，大家请安静一下，今天的新闻发布会到此结束，谢谢诸位的光临。你还要回答我问题？我会结束的。会的现场全乱了，都是那个小丫头捣的鬼，现场已经失控，陈静已经招架不住了。哦，那天宇呢？就是他打来的电话。
看看门口有没有可疑人员，如果有，全给我带到地下43，快点！干嘛？快！跟着走！快！干嘛？跑着走！安静。怎么样，涛？找到没有？没有啊！你说这人去哪儿了？三个大活人，光天化日下说不见就不见了。如果这三个老人真的丢了，明文月绝对逃脱不了干系。走，咱们接着找。好。为什么刚才看那个细节眼神是那样的？哪样的？你说有一辆救护车从医院开始往外开，里面装了三个老人，一个老奶奶，去他们的家，追呀，快追呀！院长，哎，怎么样？事情都办好了？手印也拿到了。好。那些闹事的人在哪儿去了？当然是有多远扔多远了。把这些个手印和上次征集到的签名一块交给律师，让他给我狠狠地告，告《三海日报》，特别是那个记者，我要他永世不得翻身。是啊，我马上去办。去吧。这次启动仪式，不知道他们如何收尾。天宇回来了吗？没有，打电话，没在服务区。老李呀，天宇这次回公司，对公司还是挺用心的，上下反应都还不错。阿宇呀，那多给您长脸呢，不像我那儿子，虽然拿了个大学文凭，干什么事都没长性，至今呢。一事无成。你那个儿子就是让你给惯坏了，严加管教还来得及。那是那是。山哥，恢复九州遨游运转的程序，丁俊已经开始着手验证了。那我们是不是该考虑给他扶正啊？乔丽莎对他一直有看法，如果让他做这个技术总监，做做功课。小凤，多亏了这两个小伙子，我们才捡了条命回来。嗯，你们认识？啊，哦，他是我们邻居。哦，那太好了。他们饿了一晚上没吃东西了，弄点好吃的，全算我的账。他们就这样，走，快。怎么是你？是我。我怎么了？你们认识？不认识，见过，在哪儿见过？超市，是吗？啊，不算认识，连名字都还不知道呢。我重新帮你们介绍一下，行吗？兵马俑，兵我爸，你都可以。你别现在逗你，我不叫兵马俑，我叫马俑。还有小芳。小芳。我坏了，行行。哦，怎么回事呢你？啊，哎，我给你们拿点吃的去啊。啊，有日子没来了。老乔来了。真是大吃惊啊！啊，老乔，啊，你的腿好了？啊，能站起来了，太神奇了！太神奇了！
当然了，有我的儿子天宇托人从国外给我弄了一些特效药。哎呀，有这么个好儿子，想不好都不成啊。没想到天宇还这么孝顺啊。这孩子有进步，真是一表人才啊。老肖，你可有福啊。有福。今天我站着给你们比试一下。好啊，来。这个会开得怎么样啊？我有点事儿正要跟您汇报呢。是这样的，这个昨天啊，网络上不是把拆迁安置的这个事情给爆料了吗？可能就因为这个原因，韩市长就没有来参加发布会，然后也因为这个事儿，陈静呢被记者盯上了，所以他昨天的启动仪式也是草草收场。啊？怎么搞的？弄成这样？还有更可怕的，您别紧张啊。昨天呀、有三个拆迁户想去见这个市里领导，还没见着呢，被陈静和他的手下绑了，扔进了野山沟里，差点都没命了。幸亏我遇见了，然后把人给救了。你说多可怕！行，到时候我马上回家了，我回去以后当面跟您说明。好吧，好吧。这个陈静啊，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。我再三的嘱咐他，让他处理好拆迁户的关系，他就是不听。结果怎么样？现在好了，市里都挂了号了，他不想满足拆迁户的要求都不行。本来是让他脸上抹点粉，现在自个弄了一身骚。我担心他这么一搞会坏了我们的事儿啊。哼，那也得看他有多大能耐了。我乔其山还不至于让这几个蠢人坏了我的大事儿，顶多花几个钱。可是他毕竟知道的事情太多了呀。人是走活路还是走死路，那得自个选。他要是不聪明，自己选错的路，那就怪不得我们弃车保帅。哎呀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儿，没事儿。我真不是故意的，你这儿有没有烫伤药？我给你涂点，好不好？哎，真是没事儿。怎么了？没怎么。你又闯什么祸了？我不是，没什么。他怎么你了？就碰了一下热汤，没什么的。烫着你了？哎，没有。拿只手让我看一眼。我看一眼。哎，没事儿，你看就这一点小伤。哎呀，没事儿的，过两天就好。我理解你，我明白你，但是你能不能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？能吗？就这点小伤，很快就好了。对不起，我替他跟你道个歉。对不起，但是现在有点状况，我们俩必须马上走。把他们那儿吃所有钱算我的，就这么定了。别说话，叔阿姨，你们好好吃，我们现在有事马上走了。客气客气客气。要不我让你烫我一下好不好？烫一烫，走吧。对不起，哦，对不起啊。走。哎，再见啊。帮我叫上去。嗨，丁俊，想什么呢？没什么。想你的宋老师了？哎，你还真别说，我真挺想的。真不愧是宋树涛的得意门生啊。好了，不耽误你和老师叙旧了。爸他们都是在应付，根本就不想解决，再这么下去会出大事。我先让他们出事儿。对不起，爸，什么让他们出事儿？
行了，这事儿你甭管了。行，本来也没想管，那我先走了。等等，待会儿你跟我一块儿去趟公司。另外，这个乔丽莎擅自调人进公司，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，完全不把我放在眼里，胆子也太大了。爸，其实不至于。您看，沙姐，她是 CEO 对吧？那作为 CEO， 招一些人进公司，这很正常啊。怎么就没把您放在眼里呢？哎呀，你就是太善良了。善良不好吗？要想成大事，就不能有半点妇人之仁。你记住，包括对自己的亲人。那如果要是那样的话，我宁可这辈子做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人。这事儿还用得你来教我吗？你就这么善良，以后后悔都来不及。沙哥，都准备好了。行，对不起，爸。行了。哎呀，你觉得让丁俊出任技术总监这个职位成不成啊？您觉得行就行。行，待会儿陪我去趟公司。今天是什么人要来？还要咱们乔总亲自来迎接？不知道，没接到通知。来了。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新聘请的技术部总监 Steven 先生。我们先请 Steven 先生跟我们讲两句。大家好，我来自麻省理工学院网络实验室，很高兴担任洪州技术部总监。是谁同意你当技术部的总监吧？二叔，您怎么来了？你的腿好了？好了，再不好可真把我当成废人了。您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哦，那位是谁呀？啊，我给您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好朋友 Steven， 我请他来呢是做我们洪州的技术部总监。你好。你看，这么大的事儿，没有董事会的认可，怎么能擅自做主张呢？丹姐，谢谢。诸位董事，我们先到休息室吧。哎，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先走吧。先走，等休息室，一块儿走一块儿休息。好，走吧。休息，走吧。二叔，其实这也不是什么大事，况且我觉得斯蒂文他有能力胜任这个职位啊。技术部是洪州的核心部门，总监这个职位没有董事会的认可，任何人都不能做决定。我是公司的 CEO， 也是大股东之一，同时也是代理董事长，我有权利去决定这件事情。他没来之前，公司不是照常运作吗？更何况我们公司本身就有比较合适的人选吗？您说的是谁呀？丁俊，宋书涛的得意门生，是我们洪州集团技术部的副总监。二叔，洪州集团的技术部总监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做的，丁俊我认为暂时还不合适。丽莎，我倒觉得你带的那个对我们公司一无所知的人才是真正的不合适。斯蒂文怎么对公司一无所知了？他姐，咱们能不能坐下来好好谈一谈？我们是一家。你别强辩骨了，我不想听。
你不听也得听。爸，爸，我告诉你，丁俊毕竟是前任游戏制作人兼技术部总监宋书涛的得意门生，我觉得就应该把他摆得正直，这样才能保持稳定。糊里糊涂把一个生人请到公司来，还把这么重要的位置交给他。二叔，公司现在是什么状况你不是不知道，斯蒂文他有办法帮我们解决难题，丁俊同样能解决这些问题。你闭嘴。不可能，他有办法。等会儿你看看吧。